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呢，不一定是跟圣经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今天介绍呢是跟历史有关系的。我所介绍的就是一个叫文明的故事，它有一个分题的，就是叫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就是历史里面的一小步，所以这个一小步的人能够用就是一天吧，几天吧，用一点时间了解人类那么长的历史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最初买的时候就是这一个的 DVD， 因为我看见网络呢有这个广播，后来呢我知道呢那个书本出了，我也去买了英文的书，那后来呢我就知道中文也翻译了，是在台湾，我就在台湾呢买了这本书。为什么你有英文还有中文呢？哎呀，中文是比较容易看，但是呢当我就是知道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的名字，我要了解和英文是什么，我就从英文知道那个字以后呢就去寻找资料呢，就容易得多。有时候中文不一定每一句都翻译是完整的，我也是看一看英文啊，原来这个意思是这个，这个就是非常好。那最近我也买了，就是那个蓝光更好看的啊，我就是拿买回来跟我太太呢坐下来一同来看，把历史一摸呢，就是把它了解一下。那么这个书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当然我们看书呢不一定要认为哈，他的书呢都一定跟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不是的。我虽然介绍给你们看，但是呢这本书呢不是基督徒所写的，但是虽然是这样，他的历史里面提到很多跟圣经跟基督教有关系的东西，所以里面也包括了腓力士人埃及人，也有讲到耶稣生平，也有讲到保罗的脚踪，也有讲到呢就是基督教的发展，还有呢就是有关那个犹太人就是被其他人所残害的原因等等，里面都有提到，里面一共有12个题目啊，所以在蓝光里面就是一章6个题目，另外一章呢是另外的6个题目。那么他就是从一个不信耶稣的角度来看历史，所以他呢就是看了就是大爆炸那一个的看法来取代我们基督徒的创造的历史。所以这个不要紧呢，我们知道他们是这样看，也知道他们是这样才有这个理论出来就好了，不要就是接纳他们的意见，每一句话不一定要都接纳的。那但是呢他给我们就看到历史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一模一模，比方说他提到呢人类最早就是人类是他们说是从非洲开始的，那非洲的时候人类怎么打猎收藏一些的东西来吃，后来慢慢呢就是培养种子，那么以后呢就是有农业的发展，那这个是大概主耶稣之前9000年，所以他就是讲到当时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让我们了解呢史前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已经跟很多考古家呢已经肯定了这个是对的。那么还有呢他也讲到呢天气时代的发展，那么我们知道天气呢就是改变整个世界，之前是铜器好，后来呢更硬的就是铁，铁出来呢就改变了战争的打胜仗跟打败，那也根据很多工具，那也有就是人的文明的进步都跟铁器很有关系。那么那还有就是他也讲到呢就是那个 Cyprus 就是塞浦路斯他们的故事，那铁器呢就是跟当时有关系。那么他也讲到呢就是耶稣生平跟保罗脚踪，那这个是我们觉得他也是讲到圣经的东西啊。那后来呢就是讲到了就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喜欢他呢大概来到了那个历史里面那个黑暗时期，那个就是传染病的那个时期，很多人都受传染病死掉啊，犹太人就很多人没有死，
所以当时人家就说，哎，是他们放毒啊，我们要打死他，解决这个就是放毒的来源。那么当时呢，就是历史里面没有什么提供给我们很确实的答案，但是这个人类文明呢，就把那个原因带出来，原来这个是跟蒙古有关系。当时蒙古呢，就是打仗，把一些有武汉传染病的人死掉的尸体呢，就是抛进人家的城里面，这个可能是化学武器啊、就是噬菌武器的最早的，也不一定。所以他们这样呢，里面的人也染了传染病，其他人就逃命了，到其他的国家去。结果呢，那个噬菌呢也带到四方，四方也一个一个城，一个一个国家带去。结果呢，整个欧洲很多年都在这个黑死病的当中很痛苦。所以呢，这个就解决为什么原来这个原因跟犹太人放毒没有关系。还有这些呢，都是非常宝贵。他讲到了文字的开始，他讲到了东方西方的文明的交流，跟那个旅游，跟那个商业的来往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要了解过去的这套书呢，非常宝贵。我也盼望大家的不但从这套书得到帮助，其实很多历史书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宝贵，对我们了解圣经呢也很有帮助。有人说我们从历史学不到什么，其实历史呢真的给我们学到很多东西。盼望我们收藏这一些，也读它，让我们也自己成长了。